今天咱们吃红烧肉配香辣萝卜干。我等下再把肉煎起来。香辣萝卜干，乌头的萝卜干19.6块两瓶，这萝卜干很脆，下饭配粥都很好吃。这个我吃了差不多1年多了。刚脱过的地方，来自己蘸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这个空心菜，清炒的空心菜，然后这个是竹笋，这个橱窗里的这个竹笋炒的这个肉，然后秋葵煎鸡蛋。这个水焯完水之后，这个笋焯完水之后，你炒的时候要稍微焖一会更加好吃。
拜拜。